心寒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，爱无可奈何，坠入深渊。如果生死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看来景王是把公子的话听进去了，这才愿意救出梅林姑娘的。梅林姑娘伤重，给她换一个舒适向阳的房间。是。下去吧。令牌呢？令牌藏在了红炉寺的树下。王爷知道屠城真凶是谁吗？令牌是不是可以指认真凶？你已成为暗场弃子，还是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我会想办法活下去，倒是王爷，暗场没能杀掉你，会再派人动手。这个不劳你操心，你毒发将至，青州的仇本王一并报了。青州的仇得由青州人来报。哎哎，王爷没事。王爷腿上有旧疾，本就不能常去照遇那些阴湿的地方。郎中说王爷方才池边强行运功卸力，损了心脉，要服用一些龟皮散。王爷，即便您从太子鞭下救下梅林，可他即将毒发。王爷放心，赤福子可解百毒，死不了